大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要不要和我在一起？ Baby, I'm falling in love. Baby, I'm waiting for you. 那天你的等候，是我有你就足够。Everything, every time, 愿意我们的以后。Baby, 在我的世界 ，Only you。你闯进我的世界。是徐安石吗？请赶紧来一趟华都宾馆205房间。严石啊，这是你刚出生的弟弟，我实在没有办法了，他妈妈突然不见了，我得去找他，你帮我带两天。哎，爸爸无能，总是给你添麻烦，等爸爸翻身的那一天，爸爸一定好好补偿你。回来了，他们不是贼好用，还买了玩具。今天几点上线？人呢？怎么这么久没回？我一直在线上等你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徐成礼，那您是徐先生是吗？哦，是。哦，好了，好了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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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问孩子是什么问题啊？发烧。发烧。小孩子的免疫力和我们比不了，一不留神就会生病。没事，没事。而且这种小病啊，对小孩来说很有可能就是致命的。当然了，他现在还没有那么的严重，不过这几天的照顾呀，要更加细致，多盯着点，千万不能疏忽了啊！好的，好的。他这个体温呢，会随时的变动，然后你要多给他喝水，不能一下喝太多。没事了，小伙子。他现在可能还不会说话，还不能跟你交流，但是从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刻起，他就是个真正的生命了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才是。啊，谢谢医生。我想见你，我希望所有事情都有始有终，我在这里等你，如果你不来，我就不走。
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，我都愿意陪你走出来。很抱歉，我不能见你。那微光落在思念中沉睡，我在梦的边很抱歉，以后不能陪你了。寻写我们故事结尾，我不能见你，以后也不能再陪着你了。你回去吧，我把往返的机票钱打给你。来面对回忆拼接的沉醉，一直围绕的是在你周围，是我的心在闪回，是你的无畏掌心的余晖，是想念着谁。麻烦你帮我把这把伞给那边那个女孩。那你怎么办？还有你不要提我，你就说你正好多了一把。这没事，快去吧。完整爱的不完美，将心落的美，为你去找回，永远在你的周围。什么当？对了同学，这把伞给你，我还有。手机心碎，为你照亮着漆黑，来面对回忆拼接的沉醉，一直围绕的是在你周围，是我的心在闪回，是你的无畏掌心的余晖，是想念着谁，那是孤单里那温暖的你，一次一次的寻回，当记忆后退，完整爱的不完美，将心落的美为你去找回，永远在你的周围，说着我会。告诉你一件事儿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个高中同学吗？刚才他跟我表白了，我们已经在一起了。他跟你完全不一样，绝对不会沉迷在游戏上。他是个理工科技术大神，以后会成为最好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工程师。既然你还是忘不了那个女生，那以后我们就别再联系了。祝你们幸福。